很多年以前，创建大侠村的无名高手为保护这唯一传世的纯真宝典，潜心设计并打造出巨石阵，不仅用料扎实，坚不可摧，而且内部如同迷宫一般，44间蜂巢屋，192个蜂巢门，可以将进入其中的任何人困至精疲力竭，丧失生存斗志。快点，巨石阵到了！天哪，这个地方也太大了吧！巨石阵。纯真宝典就在巨石阵的正中心，六名黑羽猎人也在阵中驻守，他们右肩均有3根黑色羽毛，队员每拔掉1根即可将猎人定在原地10秒，羽毛一旦拔完，抓捕将不再受限。但此时的阵门被数十座花岗岩封住，想要进去就只能靠7位大侠合体发功了。可是我们得召唤师傅啊，师傅要帮我们开门啊。对啊，叫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各位大侠，动手吧！现在巨石阵已破，你们可以进去了，不过记得千万要小心，一定会拿出宝典的。哇，凯旋归来了，后会有期。咱们分头走。安全没路。进入巨石阵后极难辨认方向，而六名黑羽猎人已经展开搜捕，每开一次门，小心脏就备受考验，队员必须各凭本事找到通往正中心的路。
天哪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好恐怖哦！哦，我找到路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天哪，这太恐怖了！这很好玩儿、哎、这个很好玩儿、哎、抓我呀，这很好玩儿。没毛了，没毛了，就拔了，拔了，咱没毛可拔了。跟着猎人走，跟着猎人走，肯定能找得到。就在巨石镇的正中心，那让人摸不着北的地形和猎人神出鬼没的搜捕简直太压迫了，真的有人能得手吗？